李俊广伊讲伊顶回这问题，就是高温落叶的这状况，有附上照片。啊，那是讲李古炳徛伫遐，嘛已经有四冬了，嘛是还无死啊。伊感觉讲吼，就是食袂着肥料，树身呢较无遐尼啊吼，精壮个对哇。叶的色水呢无够翠绿，啊伊测芽的这速度呢，生了有较慢，是毋是有散虫的这危害？用阿巴丁背单呢，一丛一丛处理，敢会用诶？敢会影响到伊树啊本身，甲吼周边一个果树诶，即果实。好，这个进程好像前面也有一些问题啦，吼，即个物件。那么这是安尼吼，就是讲咱真侪好朋友吼咧用诶时阵咧。那么这个小来改这注意点哈，就是讲高温哈，高温。那么这个呢会稍微哈，这是这个得力哈，这物件呢，那么伫自家家哈，算咱不用太担心哈。所以有当时就是讲咱真济哈，咱伫这个夏天的时阵，咱上惊就是转油啊，高温落叶哈，会造成高温落叶的是。啊，这个石灰硫磺合剂，哈、哦，这个大概是，这个得百里，不然百里套看的哈、哦。你浓度那是控制不好些，哈、哦。石灰硫磺合剂它不是坏东西啊，不要一直强调哦，它不是坏东西啊、哦。但是高温的时阵，这种物件呢就很危险。那么，搁一个就是青挡结灰，青挡结灰的波尔多异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大概啊也是比较要注意的哈、哦，要注意的这个问题啦哈、哦。所以呢，那么这种呢可能是爱小来改。啊，这个小注意点哈、哦，所以大概这个高温的这个问题哈、哦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强调一下哈、哦，就是讲这个，因为这规定位姐姐橡皮来对哈，阿伯啊，较担心的哈、哦，我担心的还是利枯病，种芭乐就是讲啊，阿伯先来解姐提醒哈、哦，就是讲因为芭乐呢，咱真济啦哈、哦，那么伊在死的时阵，绝对唔是一缸的死哦，你看哈、哦，这。大概不会是这个，都是一段时间啊，慢慢来啊，规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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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，慢慢来哦，啊，都会有哈、哦，这难免。为什么咱真济这个芭乐园种一段时间了啊，也全部去翻掉啊，是安怎哈？这尤其像珍珠芭乐，因为咱即马目前这个芭乐的这个啊，珍珠芭乐啦，吼、哦，水晶芭乐，这拢是这个泰国芭乐来的这后代哈。哦也较容易呢，啊，较惊的是还是会怕这些问题啦，吼、哦，这些上好是卖去拄着啊，拄着。那么有当时啊，这物件是安得讲，伊那是一丛吼、哦，有一挖，哦，比如讲伊出来这个叶啊呢，就定点啊，翻这个啊，这个叶啊呢翻红叶，吼、哦，这种呢咱就爱相当的这个细致吼，因为伊主要这个病症拢是出现伫这个新叶，啊，这新叶的这个所在也变。啊！你啊，咖啡即咖啡，甚至翻乌吼，啊，新红梅啊，新叶出来伊个，作成缺鳞的啊，人缺鳞拢伫即个下骹叶吼。那么伊即作成缺鳞叶啊，出来的红叶吼，只要讲你若寒红叶，要不要紧？有诶，热人红叶，得爱较担心，就是啊，较惊就是惊即个利枯病。啊，一般通常一丛内底未规丛吼，比如讲伊一挖，那么一挖伊有即个问题，咱得爱细致。人工咧加诶时阵，比如讲一挖啊，即最主要就是讲，甲好朋友提醒，就是讲咱提高警觉啦，咱拢足无愿意去看到拄着即个问题吼啊，所以大概是啊，你即看起来就是讲啊，目前因为迄可能是转药啊吼，可能温度较。管啊是安怎吼？那么这个许呢，伫这家家吼，小花烧着吼，所以啊，是不是这个感觉那种吃袂着肥啊，手掌较袂惊，看起来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吼啊，所以呢，这有可能啊，有可能是这个，所以弱人呢，你散虫你当然会当甲处理一下吼，这可能是啊会比较好一点。啊，要甲处理散虫的时阵，你一定爱加开根呢。哦，即咱即马即变做标配，变讲你用即个阿巴丁，啊，你用即个白丹，啊，你一丛一丛甲处理，敢会使？会使，灌伫即个丛边，哦，即丛较严重诶，你就先为迄个所在来改即做者即处理，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，不一定爱规枯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会当。啊，边啊，只只只先甲啊，稍微给他处理一下下哦。阿万一呐，总共有这个有那个靠有这个问题啊，咱家处理又好些吼、哦。这因为你总袂当讲甲恶起来嘛吼、哦，对不？
咱的转关键的药啊，吼，该用的用，那么消化甲处理一遍，吼，这个每一年呢，大概一次到两次，吼。那么散瘫的东西周年性哦，这一般也是感染一开始爱慢慢，爱那是较严重，吼，并讲你较刷地，啊，本来白蜡就较刷地，所以啊，一定爱少来改这注意着，吼。所以一般通常就是讲啊，伊会有一点啊，这个脏的，你要较衰弱，啊，衰弱的时阵吼，人会回起来，并讲人生了较济，也是去药啊。装掉，爱真紧就会吐烟的，即个或者通常就含散痰较无关系。啊，你若看啊，迄坐落了呢吼，就拢回无啥会起，还是讲伊会比别人咧回较慢。那么这有可能是这散痰啊，咱得甲处理又好势哦。这啊，灌一挂药啊，吼，这个呢当然是很好的哦。这物件呢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，所以你也当该处理又好哈、哦。那么这物件呢就比较简单一点点哈、哦。那么这是不是这？但是并讲你用这个。啊，该处理，这是不是去影响到周边的？这不啥要紧吼、哦，就是有影响到嘛，不要紧吼。这药啊咧用呢，这本来也不是违法的，这药啊都是推荐用药啊、哦。那么你该顾好些，但是伫这我特别甲你强调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这个芭乐呢吼，咱种芭乐有一个足重要这个所在哦，芭乐足重要这个所在是啥物款呢？啊，就是讲芭乐惊堵水哈。哦芭乐惊堵水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，就是讲这个芭乐吼，这根千万，虽然你也有吃这个过吼，我讲我这吃肉较唔惊吼，吃肉是较惊一术啊，不是较唔惊，吃肉较惊。唔是唔惊吼，所以你一定要稍注意者吼。那么散痰加处理又好势吼，过来呢，那么这个物件吼，这个、大概吼，大概呢就这样子吼。那、这个一旦咱好朋友吼，稍做者这参考点吼，所以那么这个部分呢，和你稍做者了解点吼，大概是安尼。那么开根呢，你一定要用吼，啊开根比热人，你一旦，比如讲你灌这个药呢，你一旦用，那是有落雨，落雨较济，你就用深海绿藻，啊，那无你甲。灌玉米素啊，啊，有的人真侪种芭乐的，即嘛呢，因爱灌啥物呢？因爱灌玉米精，伊讲迄较省啦，吼、啊，罐头的免用也好，进口的就是。啊、我也听到咱真侪好朋友咧讲罐头的，唔无得较得爱用遐好，阿婆也着感觉真欢喜吼。啊，因为呢，即句话是我讲的，啊，我感觉讲你罐头有效就好啊，不一定爱用做幼路的这个物件。但是咧，转后面哦，就卖就唔通凊彩，尤其搁咧开花、搁咧吐红的时阵，更加袂使凊彩。啊，那准讲咧开花、咧吐红，搁是伫高温的时阵，更加袂使凊彩哦。所以咱就是讲，伫这个无同款的这个环境内底。咱一定爱去知影，咱要处理的、要解决是虾米款的这个问题，咱要掌握的、咱要克服的是虾米款的这个困难，安尼咱听众朋友有了解哈、哦。啊，不过想要表达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安尼啦哈、哦。那么希望讲你伫这方面呢，咧管理的时阵呢，稍来改一下，注意一下哈、哦。那么这物件咧，阿爸丁背单哦，这个呢没有问题哦，并讲你也当用背单了吧哈、哦。那么这个有呢，阿里阿爸丁哈。啊、你讲安尼做两遍真费气，啊，你会当用罐的袂单阿巴丁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会当有个人会用即个草药啊，吼、哦，并讲啊无芭乐的时阵，较无去园林咧做工过，去甲并讲差不多伫中秋节遐，有个人去甲下一遍草药啊。啊，但是我是感觉讲，若是去变要下，倒不如你开春迄阵来下，吼、哦，因为。芭乐咱上重要就是尽量伫即个寒人会当有芭乐通挽，热人挽较少咧，不要紧啊。那么开始入秋了，有即个芭乐一蕊一蕊弄，即个芭乐通去挽，所以这时阵你长一定爱甲顾，无论如何一定爱甲顾行起来。啊，要甲芭乐顾行起来，就是讲袂使堵水，过来散痰的即个问题甲处理者，啊，然后啊根互伊正常的即个发育，啊，要安怎互伊正常的即个发育？哦，热人伤过头热，吼、哦，你得用即个玉米素。啊，那总共是。即、这个堵有水流啊，较堵着吼，种落雨较侪，啊，即土较淡。你灌一挂维他命 B、龙鳞菌，啊，是讲即深海绿藻加你灌啊、哦。那么久久啊，一遍即个龙鳞菌吼，即、哦、通常是咱真侪好朋友讲，种水果的吼、哦、啊，上简单处理的一个方式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啊，我嘛是建议讲，那是会使吼，你嘛是安尼来改即个做一个处理吼，即、哦、提供，哦，咱就以听众朋友吼、哦，你稍做一个啊，做一个管理啊呢吼，管理上的一个参考吼、哦，以上简单跟你做回答吼、哦，嗯。